早餐要吃什么？不是早餐，午餐。今天晚上说吃什么东西？早上12:30，终于从房间出来了。手打蛋吗？不太能，以前可以。对，主要是他很害怕。我姐其实也有点怕狗，怕他那种大狗，狗叫他就怕。我妹也怕，那种小小只的特别的凶。对，我讲那狗越小越凶，越小越凶。他就以为自己最大只。对，没有，他就很嚣张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那种像那种吉娃娃，哇，贼凶，真的贼凶。我还被他咬过哎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。你什么时候被小时候？我在国小的时候，就是舅舅的那时候的女朋友带了一只吉娃娃过来，放在阳台。对，然后我去玩它，我不小心感觉它好像怎么就愤怒了，然后就咬了我一口，我吓到。但幸好没有很深，看不出没有打疫苗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擦伤而已。那你觉得幸运？我那时候不知道啊，还小嘛。对啊，不知道。对啊。但我如果被咬，我肯定会说出来。我很害怕，而且我想说这是别人家的狗，我自己去玩它，然后不小心自己把它激怒了。